优质的心理服务资源引入乡村，偏远地区的一些孩子很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倾诉自己心中的一些烦恼，设置心语亭，让乡村青少年多一个求助渠道。你看他的变化很大，我觉得对这个男孩子的影响绝对是非常大的。关注乡村少年心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我建议即将播出。2023年3月5日晚，全国人大代表陈海怡邀请了来自基层的两位全国人大代表，一位是通过自己的奋斗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周冲，一位是助力乡村振兴的90后女农机手沈艳芬。陈海怡围绕今年将要提交的一份建议向两位代表征求意见。这些心理专家基本上都是公益的，对，然后呢同时呢这些平台呢也是公益的，就是如果真的做开了，真的能帮助很多的孩子，哪怕是以后财政拨款由政府来支撑24小时都可以做，没问题。陈海怡代表是一名法官，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少年家事审判工作近27年，他深知心理健康问题对于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陈海怡就曾提交过一份关于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检查和档案管理制度的建议。那么当年的建议最终落实得如何呢？全国两会召开前夕，陈海怡来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进行回访。我感觉哈，这些凳子啊，这些可能孩子们可能都蛮喜欢的，这颜色啊什么的，更加适合这个儿童的一个高度。对，让他们进来之后呢，变得更加的放松。他欣喜地发现，学校在推动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基本上可能就是每个学年会进行一次，对，会对全校的学生，现在也包括老师啊，也会进行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普查。据了解，广州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非常重视，投入也比较大。也就是今年年底要做到3个100%。第一个百分百就是所有的学校1600多所全部配备那个专职心理教师。第二个100%呢，就是我们全市16万多的专任的教师，100%完成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的 C 证或者是 B 证和 A 证的培训，其中那个专职的心理教师要达到 A 证的培训。第三个100%呢，就所有学校100%要建成标准化的心理辅导室。而未来，广州还会出台地方性法规，来保障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顺利开展。通过4年实践，陈海怡认为，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应从城市转向农村，进一步将当年的建议进行升级。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海怡准备提交一份关于进一步关注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助推乡村振兴的建议。我们发现了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孩子很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倾诉自己心中的一些烦恼，尤其是在跟父母倾诉无效，或者说可能被父母觉得你就是无病呻吟，或者是觉得就这样吧，你这个给你吃饱了穿暖了，你还那么多想法。缺少关爱，倾诉无门，乡村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为了能够深入调研完善建议，陈海怡联系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调研工作提供协助。很快，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向陈海怡推荐了一位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房毅玲代表，是今年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牛鹿水村的妇联主席。但是心理这一方面呢，我们没有专业的老师，也没有专
专门的机构来给我们的孩子啊，疏导我们的孩子的心理，特别像我们的一些西亲的孩子呀、单亲孩子，还有那些留守的儿童。在方艺玲的邀请下，陈海怡一行来到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桥头小学。请你呢起来告诉他听，我欣赏你什么，你能告诉他听吗？我欣赏他的头发。你欣赏他的头发？我欣赏你的眼。你欣赏他什么？眼睛。好啊，那你给一个拇指他，你们双方给一个拇指。对了，很好。当你被别人欣赏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开心，对。然后他向你竖起拇指的时候，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很自豪，非常棒。来到学校之后，陈海怡和同行的广东省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委员会主任张新华给学生们上了一堂主题课，课的内容就是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疏导。我欣赏你，我从别人的身上都能找到什么？优点。优点，对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我们都应该从友善的角度去找到别人的闪光点，对不对？主题课结束之后，陈海怡通过桥头小学老师们的介绍，了解了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现状。桥头小学的老师向陈海怡介绍，对于学校而言，最缺乏的是心理学的专业人才。真正的从学习心理专业毕业的老师配备呢，这个情况是我们不足。所以对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像农村学校来说，是一个难题。难题。为了了解乡村青少年对心理健康的真实需求和生活状态，陈海怡他们离开桥头小学，一起来到了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牛鹿水村村民房四妹家里。我知道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是吧？一个是齐川，一个是书香。刚开始的时候，大爸爸也是有一种他说：“哎，不要来了。”我说：“你了解一下他是为什么不去读书，或者了解也要了解一下他是为了什么不去读书，或者有什么其他想法。”方艺玲介绍，房四妹的儿子李书香上完初中后便一直待在家里，平日和父母也没有办法进行良性沟通，对于儿子李书香的未来，房四妹十分担忧。只要说什么挖过去就说不听这样的，他不听你什么这样的。那我想就是你带着他可能那段时间也挺辛苦哦。是啊，很难带着带过来的。带过来。我愿意，我都经常说愿意带五个，你哥都不愿意带。这么跟他说啊。书香是吧？你好。哎，你好啊。在聊天的过程中，李书香突然回家了。妈妈说你出去玩了。对啊。去哪里玩啦？去那里拿快递的时候不好。哎，一起坐。哎呀，你看多主动呢，真是。他还搬了一个凳子和大家坐在了一起，很不错啊。天色渐暗，张新华老师和房四妹深入沟通后，发现母子之间沟通的症结，建议房四妹换一种方式和孩子沟通。我今天给你两点。第一点，不要再说他记忆不好，从今天开始不讲了。第二，多点说很棒，你跟他讲很好，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小孩就是想跟父母一见面就这个父母对他是否认的，对他都是满眼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慢慢的去教导这个父母，告诉他听，你要停止去否定你的孩子，然后去多鼓励你的小孩。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感谢妈妈的话？
干净啊。肯定有的。说一句感谢你妈妈。对呀、啊、对、啊。你看，摸摸妈妈了。你看，这个就是感谢你了，很重要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文字说得出口。陈老师啊，张老师啊，跟他互动之后，你看他的变化很大，而且他的心理感触也很大哦。他拜了拜他母亲的肩膀，他母亲都很感动了。我觉得对这个男孩子的影响绝对是非常大的。他还有意愿呢，要是北顺嘛，以后有北顺的机会，还要介绍他去北顺。陈海怡告诉记者，像张新华这样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到乡村进行面对面的咨询和辅导，虽然会有很好的效果，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去到一个边远地方，就给你做一个小时的心理疏导，那中间就要得三四个小时。如果这三四个小时用来帮助孩子的话，可能你能帮助了四五个孩子了，或者帮助了四五个家庭了。如何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改变心理服务资源匮乏的现状？陈海怡建议，可以在乡村设置名为新玉亭的线下心理服务场所，其规模类似电话亭、迷你练歌房，就是相对封闭的，能够保护他隐私，又让他能够有相应安全感的这么一个地方，在里面呢引进相应的一些心理资源的背景啊，包括法律援助也可以引进进去。陈海怡介绍，新玉亭采用的这种线上服务的形式，可以省去临时调动专业人员的时间，使得专业人士的安排可以更加灵活，有利于更多心理行业的专业人士加入到关注乡村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队伍中来。进去的就不一定是孩子，也可以是家长，也可以是乡村的老师，他也可以进去点击那个来求助啊，来学习这个心理这方面的一些技巧。对于新玉亭的相关功能，从事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的张新华认为，新玉亭的设置一定要强调实用性和有效性，首先要具备咨询功能，而这种咨询功能必须是可视的。第二个的话呢，我希望新玉亭里面呢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有一些课，心理的小课。那第三个呢，学校的咨询师或者是学校的老师能带这个孩子来到这个新玉亭里面，他通过一些专业的测量量表能够去及时发现这个小孩的一些比如说心理的状况。如果有了这个新玉亭，那么新玉亭内所需要的相应内容和资源又从哪里来呢？陈海怡告诉记者，此前他与房以玲代表在清远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调研时了解到，清远市民政局、教育局、卫健局等相关单位近几年一直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清远市教育局依托社会组织成立了清远市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在清远市，政法委和卫健局建立了一个市级的社会心理服务指导队，要求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家综合医院开设针对精神或者心理方面的门诊。清远市民政局则是依托专业社工对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进行全覆盖，其中也包含了乡村青少年。学校这块有沟通吗？没有。没有沟通。他没有。就也就是不通的，不是吧？对对对。跟卫健部门通吗？也不通。通过调研，陈海怡发现，构建一个乡镇心理资源中心，通过互联网手段将远程心理服务应用在心理资源中心，就能解决心理服务的城乡地域性和资源性差异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共同反映，就是说联动不够，沟通机制不畅，那么这个心理资源中心就是要把这些沟通不畅的部门全部纳入进来，然后就确定谁发现谁转介谁兜底处理，就是把它联动起来，否则你就变成各干各的。在心理咨询服务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极端情况的处理。为了借鉴相关的经验，
结束在清远市的调研之后，陈海怡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广东省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发起成立的公益平台，该平台24小时在线，由一支2000多人的专业团队提供服务。比如接到一些高危来电，我们的这个中枢接到了高危来电，他比如说这个时候咨询师都在忙，他就会紧急切入，让这个高危来电优先去进行解答。就如果发现有这种高危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跟110进行这个信息共享，就是让他们去线下去跟进这个青少年的。陈海怡告诉记者，如果通过心理资源中心的资源整合，让新玉婷能和众多类似12355一样的优质平台进行联动，那么一旦发生极端情况，救助的效率会大大增加。新玉婷的话，我就知道这个对标是哪个村哪个乡，比如自杀呀，这些很极端的一些，我能够及时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找到这个定位，能够挽救一个生命，甚至可能挽救一个家庭。到会后，陈海怡还在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建议。通过和其他代表的沟通，他感受到了关注乡村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希望自己的建议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反馈，希望乡村青少年能有一个健康畅通的倾诉场所。我觉得这个场景就是大家都会把新玉婷作为自己倾诉心事的一个好地方，并且呢，大家都会通过新玉婷的一个疏导以后，都会笑着离开那里，然后呢，让我们的乡村少年呢，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帮助下，能够真的是健康成长，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人才，